现在的时间是纽约下午1:14，我现在要出发前往百老汇，我待会儿要去那边看看百老汇的音乐剧，然后晚上有行程是要去 EDG 应该念对吧，那边然后看那个看晚上的夜景，我们好像是预约8点的场次，但是一场也不便宜了，好像要45块美金左右。然后我今天穿的是西装，我想说去百老汇就穿的正式一点。那我们待会到现场见喽，顺便带大家看看百老汇的风景。对，然后我们待会见。这个就是我这4天住的酒店 ，Indigo。等下等 lift 司机过来。现在下车了，我的第一站是要先来吃我的午餐，给大家看我今天午餐要吃什么。Shake Shack 被誉为全纽约最好吃汉堡，所以来纽约玩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间东岸汉堡霸主哦。买好了，我点的是外带。今天在吃午餐，吃完午餐就要去附近逛逛，然后5点要去波瑞，5点要去百老汇剧场看那个歌剧魅影。但是后面那间午餐，现在要去附近逛逛，带大家晃一下。这家汉堡店真的蛮好吃的。这是我们等一下下午5点要来看的《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在百老汇这一条的路上，其实这整个地方都是百老汇，我猜，因为那巨人超多。等等，关于百老汇，我还得请 Google 大神帮个忙。百老汇剧院只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剧院区域以及林肯中心一带的剧院，而百老汇是英文 Broadway 的音译。这是一条美国纽约市重要的道路，水路两旁是美国戏剧和音乐剧的重要发扬地，因此成为了音乐剧的代名词。那我现在走去时代广场，然后我感觉看到很多家店可以逛，那我们就走吧。时代广场迈进。这边还有电梯可以上去，2楼全是女装。时代广场是艺术和商业聚集的地方，任何时候包括夜间都可以看到街道上充斥着许多绚丽光彩夺目的广告招牌哟。买一瓶水2块钱美金，现在我在 American Eagle 里面逛，家店都有手扶梯，这里还蛮像台湾的新商圈，就什么都有卖，但是什么都没有打折，蛮好逛的啦，而且蛮漂亮的，建筑物很密集。
了半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看完之后就走出来搭上 lift， 前往我们的下一个景点 Each， 听说是一个很漂亮的观景台，那一个可以看整个360度的景。对，然后我现在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还在教科书上看过，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像蛮有名的在这边，所以我就想说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师建起来的，一堆人在这里拍照。 Basel， 吃晚餐，不过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10:30了，蛮晚的。我们才要去吃晚餐，我们要去吃有一条很多亚洲料理的地方，那就待会再介绍给大家。然后纽约的店都开很晚呢，还不错，这点还不错，因为我们很晚都没有吃晚餐，待会见。我们现在在一家韩国餐厅在尼坦吃饭，然后我点了一个部队锅，原本我想自己一个人点锅，但他说那一锅要四个人来点，我想说四个人到底是有多大锅，我等一下来揭晓，我给大家看一下用餐环境。多大？是四人份哦。